什么好东西，您看看不就知道了。这不是，这就是，这是我们当街琴瑟绘画第一人画的出工图。嘿嘿，小哥好眼光。哎，您看这不愧是人家绘画天才画的，这腰多细啊，您看。哎，我真喜欢看这玩意儿。说什么呢，男的不都喜欢吗？认真的。行吧，看咱俩关系好，我就告诉你们，实不相瞒，我这人呢好色，好色到一定境界了，我都害怕我自己，你还说我是女子，这是在侮辱我人格。哎，不过说我像女子也挺好的，这样我就可以混到女澡堂里。哎，小哥，哎，别光看他，要看偷了钱拿回家再看。我不得挑挑吗？这有好多我都有了，好吧。哎，挑什么呀？我这儿全是好东西。哇，这么多。你知道吧，就连杰帅都经常光顾我这小摊儿。杰，没想到我没。我没有。你见过杰帅？当然，楼主顾了。哎，我这儿还有杰帅的画像呢。杰帅吗？是啊。哎，这画像跟杰帅有九成像呢。哦，九成啊。哎，其实啊，杰帅比这画像凶几分嘞。还胡说，怎么能说是凶呢？人家这是无意。对，无意。哎，怎么样？小哥，你再给我拿一把。哎，好。不用找了。哎呦，谢谢小哥。